个我们讲的是什么东西？四个字。中国的什么？这节课我们讲这个单元，我们讲什么？流行文化。所以啊，什么是流行文化呢？什么是传统文化？传统是什么意思？很好。什么是流行？很好。那什么是流行文化呢？美国有什么流行文化？嗯哼，那个用英语怎么说？不，用汉语怎么说？不知道。就是这些漫画，英雄漫画，英雄漫画 ，Marvel。美国的流行文化，你想给我介绍什么？音乐，美国的流行音乐。是。嗯，具体一点呢，比如说。有 Beyonce。啊，这个是吗？嗯。这是他的。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啊，很好，他的丈夫，他的丈夫。还有吗？那你具体说说 Beyonce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他是干嘛的？唱歌的。很好，他是唱歌的。然后呢？也有演戏。嗯，也有演戏。还有跳舞。啊，他也会跳舞，很好。再换一个，还有谁呢？邓伟，如果你介绍一下美国的流行文化，你会说什么？我会说。今天很多文化是从网上，不是，也是从网上的。网上。Like， 我应该告诉你，哦 ，Twitch plays Pokemon。哈哈哈哈哈。Welcome, primarily。不是美国的吗 ？I mean, Australians do.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你可以用汉语说一下吗？我有点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这个例子，因为现在美国的。哇，这不是美国的，就是国家的。嗯。而是漫国家，而世界的。世界的。也对。世界流行的文化。The culture is being globalized。因为在网上，大家都可以一起 很好，大家都可以一起看，对吧 ？Yeah, but it's also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ion 怎么说？参加。很好，参加，所以你要用汉语说。所以。现在大家都放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大家都可以参加参与，都可以。好啊，那再换一个，青林，你介绍一下美国的流行文化，你会说什么呢？电影，什么电影呢？比如说，这个还是这个？这两个是在中国也很多年轻人喜欢的美国电影，或者你会介绍一下其他别的什么？谁呢？他现在还流行吗？不那么流行。不那么流行。现在谁流行呢？Beyonce。也是 Beyonce。好，那如果你介绍电影的话，你会介绍什么呢？比如说有《Hunger Games》。怎么说《Hunger》怎么说？饿，但是一个字不行，我们有一个两个字的 hunger， 饥饿。饥饿游戏。很好，饥饿游戏。是算游戏吗？如果翻译的话，就只能这么翻译。但事实上不是。你可以介绍一下《饥饿游戏》这个电影吗？你不知道，谁知道？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我从来没有看过，不过听说很流行。凯蒂，有人看过吗 ？You say this joke here。换一种方式说，让我能明白。有人看过《饥饿游戏》吗？你们都没看过？之前看过吗？
基本剧，你就介绍一下吗？太难介绍。为什么呢？电影主要讲的是什么？主要讲的是，这个人在这个社会里，是他是穷的，他是穷，不是？啊，我不知道。啊，好吧。你说一下。在这个社会里，capital 的人就有所有的权利，所以他们每年让其他的 districts， 地区is that很好地区 okay. 其他的地区给他们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放在这个 arena， 打架arena。Yeah, and like fight to the death.是什么？从别的姓来的从怎么说？从对 from 对从，那个电视剧叫来自，也是从的意思。来自从哪里来？来自什么？星两个字。星很好，星星。哦，对了，来自星星的。的，很好，您知道的你，对，这个现在也是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中国特别流行，很多女生在看，我还没看过，我春假的时候打算看。好，所以这就是流行文化，世界范围内大家都在看，韩国的东西全世界都在看，美国的碧昂斯全世界都知道，这就是流行文化。好了，我们把课文的第一段，你们打开书，我们来看一下课文的第一段。一个人读一句，课文第一段，一个人读一句，从贤贤开始。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的进步也带来了文化的创新。你好，晶晶。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人们生活中也渐渐出现了流行文化。下面。说了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什么？总统，文化是什么？课文第一段说，就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很好，
人们社会实践的实践。我们上个单元说过，上节课说过，小李去找工作的时候，招聘官问他有没有什么，谁还记得？对面实践经验。很好，我们有实践经验，实践经验。所以呢，我问个问题，比如说，雪月，你的专业是什么？商学。商学，那你在商学上有没有实践经验呢？有实习经验。有实习经验，算实践经验吗？算。所以这就叫你的实践经验，你在商学的实践经验。彤彤呢？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信息系统。那么你有实践经验吗？有一点，在过寒假还是？寒假是。上个寒假。上个寒假。嗯。在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有一个同学要帮忙，就是帮忙做一个叫什么粽子的家，就是那个。就是如果你去那是一个饭馆，你看他那个就是服务员就那时候点菜，那就是那个点菜的点菜对吧？所以这是你在你专业上的实践经验吗？算，因为你可以就写这些code，就可以搭一个 system。好 ，system 系统。好，邓伟呢？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是计算机。计算机呢？你在计算机方面有实践经验吗？有。我高中的时候，在一个网站公司，网站公司做工作。也这上个夏天我在匹兹堡在一个新公司新成立的公司新成立的公司也做网站工作。好，这就是你的实践经验。然后呢，我们说文化是一种产物。什么是产物？我们以前学过一个很类似的词是什么？产品。产品，很好。产物和产品有什么区别呢？产物和产品有什么区别？你觉得？晶晶。这个是产物还是产品？产品。这是一种产品。什么是产物呢？世界光吗？世界什么？一个世界光，那个 result。都是 result， 这个也是做出来的 result， 都是 result， 有什么区别？电脑是一个产品。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说 like tangible， 怎么说 abstract？ 怎么说 abstract？ 哎，很好，悠闲大点声说一次。抽象。很好，抽象。那 tangible 呢？怎么读？具体。很好，具体，再读一遍。具体这个抽象。对， abstract tangible。所以，那邓伟，你可以来解释一下产物和产品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呢？产物有点抽象，产品比较具体。对了，很好。I have used them to show like refers to。是。refers 这个词怎么说？我指。所以产品是指抽象，产品是指什么？具体的，然后产物是指抽象的东西，很好。好了，那还有一个词在这里边，这个词怎么读？
上最伟大的创新是什么？清明。网络，为什么呢？它联合了国际上、世界上所有的人，嗯，很好。右贤，你觉得世界上最伟大的创新是什么？你稍微想一下，一会儿问你啊。Touch 是什么 ？Like touch 手机 ，touch screen 的 sense，like iPhone。嗯，像 iPhone。嗯触是一个动作，我用手这样触，这是动作。这个字怎么读？学过吗？平，触平，平是什么意思？屏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我的电脑屏幕，这个就是我的电脑屏幕。你的手机也有屏幕，屏的意思，哎，很好 ，screen 的意思。所以，那瑞珍，你可以说一下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触屏的产品可以，触屏的产品你觉得是最伟大的发明？嗯，好，所以这就是创新，创新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说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人们的生活中也渐渐出现了流行文化。这个词渐渐是什么意思？后面，换成其他的词呢？慢慢，很好，慢慢的出现了流行文化，渐渐的出现了流行文化，一样的意思。第一个句子念一下，晶晶念一下这个句子。听着音乐，小明渐渐的睡着了。很好，听着音乐，小明渐渐的睡着了。再来一个，从头读一下这个句子。这个字不认识。邓伟认识吗？这个字右贤认识吗？窗。哎，很好。什么是窗啊？窗户。哎，对，窗户啊。窗外的雨渐渐地下了。渐渐的。小了。窗外的雨渐渐的小了，渐渐的，所以渐渐后面可以加动词，睡，或者是小了，形容词也可以。渐渐的变成了什么样子？看看这个句子。青林，我看着自己的孩子渐渐就小，渐渐的什么？笑起来。笑起来，你的父母看着你渐渐的啊长大，很好，长大，渐渐的长大。还有其他的可能吗？凯蒂，你有句子吗？想不到，你可以说个句子吗？成熟，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渐渐的成熟也可以。那凯蒂说说这个句子吧。三月份，匹兹堡的天气渐渐的暖起来。渐渐的暖起来，很好。匹兹堡的天气渐渐的暖起来，渐渐。那说说你自己，
雪月，你在 CMU 学习多长时间了？两年。两年，那有什么东西是你以前不习惯，现在习惯的吗？渐渐习惯，九点钟起床。渐渐习惯了九点钟起床。对。几点睡觉呢？渐渐习惯了，两点睡觉。两点睡觉。好，那你把句子说一下。在 CMU 学习已经两年了，我渐渐习惯了，很晚睡觉。渐渐习惯了很晚睡觉。好，很好的句子。彤彤呢？你来 CMU 学习多长时间了？也是两年。那你可以说说你习惯了什么吗？在 CMU 学习已经，两年了，我渐渐习惯，匹兹堡的天气。渐渐习惯了匹兹堡的天气，好好。瑞智呢？在 CMU 学习已经三年了，我渐渐习惯在匹兹堡的餐馆喝菜。在匹兹堡餐馆什么？restaurants 还是 restaurants？ 餐馆，对的。做什么？做 like 菜，别的文化的菜，有很多 like 别的文化的菜，我觉得在匹兹堡，所以我也喜欢、习惯了，渐渐习惯了，那你也渐渐的喜欢了各种文化的菜，对吗？很好。所以呢，悠闲可以说一说吗？你来匹兹堡多长时间了？还没到一年。嗯。我们冬季好冷。那你说说这个季节。来到匹兹堡以后，渐渐学习已经一年了，我习惯匹兹堡的天气。习惯了匹兹堡，那你？我们刚刚在说的那个词你没用，习惯不是？你刚刚在讲什么？渐渐啊，很好，那你把这句子再说一下。在新的旅行一年了，我渐渐的习惯了匹兹堡的。很好，来匹兹堡悠闲已经一年了，渐渐的习惯了匹兹堡的天气，可以。第一段，我们看一下第二课文第二段。课文第二段，一人读一句。凤敏开始。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各种媒体形式层出不穷，电视的。下一句。电视上一些选秀活动。选秀很好，选秀活动也渐渐的开展起来，很好，开展起来。下一句，像电视再也不是国家领导些选秀，明星大牌的特权，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上电视，参加各种选秀活动。很好，参加各种选秀活动。选秀。下一句，彤彤。2005年，什么？这是什么词？2005年什么？什么？很好，等。登上什么？亚洲。亚洲什么？亚洲 Asian。 亚洲后面那个字呢？继续读。亚洲版。亚洲版是在时代什么？是
很好，杂志。李宇春就是从通过选秀而出名的一名什么普通大学生。好，下一句肯定。不久以后他有所谓中国流行文化的代表，登上了美国的《时代》杂志周刊。很好，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周刊。层出不穷是什么意思？第一句话，层出不穷。我们在课文第一段有四个字，可以解释层出不穷的意思是哪四个字？什么？你是汉语说一下。课文第一段有这个词，课文第一段，哎，慧敏大家给我说一下，不断出现，很好，不断出现，层出不穷的意思就是不断出现，层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一层，这是第二层，这是第三层，层出不穷，穷是什么意思？凯蒂，是破，还有其他的意思吗？凯蒂，那在这里穷是说这个，是说没有钱吗？是说什么呢？不，各位知道吗？哎，对，很好，那这个用汉语怎么说？不断，断的意思，断，到，停了的意思。所以层出不穷的意思就是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中国现在就是不断的出现一种东西叫做选秀。美国有很多选秀节目，哪些你看过？雪韵。我都没看过。你有谁看过美国的选秀节目吗？慧敏说一下。我问四个我都看过。那你最喜欢哪个？看心情来比较，可是我觉得下面那个跳舞的跟选模特的比较好看。比较好看，好。青林看过哪个？他跳舞的没看。别的你都看过，你觉得哪个好看？现在这些节目还都有吗？在美国？还有，但是有些没以前那么流行。哪个呢？就是 American Idol。American 怎么说呢？ American 怎么说？美国偶像。好，彤彤大声说一下。美国偶像。很好，美国偶像，美国偶像。彤彤喜欢看美国偶像吗？我不看。不看？那你看哪个？那个我真的不看电视。不看电视，所以你怎么说？你不看电视选电视选秀很好，彤彤看电视选秀节目。悠闲呢？我看过这两个。你觉得好看吗？这个主要是看。竞争，然后呢？然后就是最好的是干嘛？就是他得奖金。他得奖金，奖金是什么来的？钱，对，奖金，他得奖金。哦，他应该是签约。哎，很好，签约是什么意思？哎，很好，三人套餐，很好。韩国有什么大的选秀节目？用中文怎么说？韩国偶像。
Popstar 吗？不知道。See Popstar 肯定有吧？真的吗？哎，很好，中国有快乐男生，有男生就有，除了快乐男生还有快乐。对，中国有这个，一会儿我们就会说到。那韩国是不是也有这种？就是那个 Superstar K。嗯，好。你们喜欢看这些选秀节目吗？韩国的、中国的、美国的，你们喜欢看吗？嗯，对。一些东西我都没看过。你都没看过？对。你为什么不喜欢看呢？因为要花我时间做别的东西。做别的东西。好，那个睿智喜欢看这些选秀节目吗？我也没看。你也不喜欢看？不喜欢。学院呢？这些。你喜欢看选秀节目吗？不喜欢。是吗？我觉得就是过了第一集，别的都差不多一样。过了第一集之后，别的差不多一样。好。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一看中国，刚刚那个晶晶说了有一个选秀节目叫做超级女生，这个人是超级女生2005年的冠军。冠军是什么意思？冠军是什么意思？哎，很好，产品第一名的意思。第一名，他的名字叫做李宇春。你们对这个人知道多少？有人听说过这个人吗？今天介绍一下。然后呢？你有看过他唱歌吗？你觉得怎么样？挺好的。所以你喜欢他吗？哦，你喜欢他。好。他是通过这个超级女生这个选秀节目而出名的。通过什么事情而做什么事情？那选秀是他出名的一种方式方法。通过什么什么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你们的汉语水平都在提高，那我的问题是，你们通过什么提高汉语呢？青林，你怎么提高汉语？练习。那句子怎么说？我是通过练习而什么？而后面要用一个动词。而学好。很好，青林，再说一遍这个句子。对的。青林是通过练习而学好中文的。慧敏，你是怎么提高汉语的呢？我是通过上中文课而提高中文的。慧敏是通过上中文课而提高中文。右贤呢？那我可以通过每天去运动而变瘦。那个凯蒂，你有什么建议吗？我想变瘦。你可
以通过吃比较健康，can you say 健康的菜？健康的菜可以， okay. 前面加动词。你，你可以通过吃比较健康的菜而免受。很好，我可以通过吃比较健康的菜、健康的食物、来免受。慧敏，你有什么建议吗？你可以通过每天睡好觉而变瘦。哦，真的吗？真的。真的吗？如果你有满足的七八个小时。啊、哦，真的。好，好，不错的建议，我可以通过每天睡觉。那如果现在我想学弹钢琴，你有什么好建议吗？想学弹钢琴，青林。说我可以通过上培训班来学会弹钢琴。再来一个，我想找一个暑假实习的机会，悠闲，你有什么好建议吗？了解美国的流行音乐。好，可以，我可以通过听 Beyonce 的音乐来了解美国的流行音乐，可以。所以，刘宇春是登上，刚刚彤彤这个词登是什么意思来的？登，这个叫爱，很好，这个就叫登。我从低的地方到高的地方叫登，登上了亚洲版。什么是版？很好，所以我们一本杂志可能有英文版，也可能有中文版。这个词什么意思？怎么读？什么意思？那怎么解释？汉语解释一下。如果你有版权，你就可以把那个东西出版。很好，这本书版权是谁？于老师。很好，这本书版权是于老师。好。周刊什么意思？刊是什么？这一本杂志，它一周出一次，叫周刊。那除了周刊，还可能有什么刊？月刊。嗯，好，月刊还可能有什么刊？年刊。日刊没有，我们一般不说日刊、年刊没有。一般就是月刊，或者有的杂志是，很好，半月刊，或者是这个怎么读？季刊。什么是季刊？季节。season 季节。那是多长时间一期？三个月一期季刊。好，有没有这么说，这个是 daily， 这个是每天发送。那杂志一般，杂志刊，我们一般说什么？刊一般是说杂志的。OK。杂志没有每天的，所以 daily 的一般是什么呢？日。谁刚刚说？报。对，日报。好，报是什么？ newspaper。 很好，汉语怎么说？
就是那张纸你拿起来就看新闻吧。啊，所以那个叫什么？报纸哈，所以那个就叫 Daily 日报，日报。好，所以第三段，中国似乎从来不缺流行元素，从来，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奇怪的事情，一次都没有过。再来一个句子，他从来不抽烟不喝酒，Chinese。他抽过烟喝过酒吗？很好，从来没有过。那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大家都做过，但是你从来没做过的？晶晶，大家都做过，但是你。先想一下，有什么事情是从来没做过的吗？肯定。很多人都去过加拿大，但是我却从来没去过。很多人都去过加拿大，但是你从来没去过。在 CMU 有很多人都晚上不回家，在学校学习。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你们有过吗？会没有过？学运呢？你也有过，不回家。悠闲呢？悠闲，你有过吗？回家。悠闲。有过吗？你没听到，没听到我在说什么？我刚刚在说什么？就是。CMU 有很多人不回家睡觉，你有过吗？我在房间，我回家睡觉。回家睡，所以你就句子怎么说？就是很多人都不回家，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很好，在外面过夜，很好的句子。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下节课的话呢，你们把那个书后面的，书后面第152页和153页有好多人，你们看一下这些人，你们都认识吗？都是中国的流行偶像，哪个是你认识的？彤彤。姚明、李诗翰，谁谁谁谁谁？姚明。这个呢？这个。哎呀，李诗翰。林书豪，这个是谁？是任宁哪个张人？张吗？还是？张那是张。这个是谁呢？舒淇。舒淇？是舒淇吗？舒淇还是立功？好，这个呢？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叫崔健，我们课文第三段有说，这个人你们知道吗？这个人你们知道吗？这个人叫罗大佑，也是中国唱歌的。这个人呢，你们有谁知道吗？Teresa 什么邓丽君？很好，邓丽君。哪个是这个人？好像在美国好像是挺有名的，是吗？他演过几部美国剧。你们喜欢他吗？朋友喜欢他吗？不喜欢。为什么呢？好久没看他，看那个他演过的电影。好久没看过了。巩俐你们有什么了解吗？他做过什么呢？我知道，他在那个电影叫《就是活着》。活着。活着。活着。你们有人看过其他巩俐的电影吗？上一部的电影吗？是那个灯笼，红灯。什么？是吗？课文上有。对。大红灯笼高高。高高挂。很好，大红灯笼，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个是谁？还有什么电影？还有那个《饿了》。
这个人呢？嗯。不知道，这个人知道吗？张艺谋。他做过什么？嗯，大红灯。哎，对，他做什么？那个菊花什么？菊花什么？菊花台。菊花台是个电影，菊花台。你今天刚刚说的张艺谋做的是什么？开幕式。他是，那他是一个，他的职业是什么？怎么说？他们的职业是什么？导演。导演。很好，导演。嗯，好。下节课我们就可以具体的讨论一下。